看视频。咱们家静音拍拍球，在家里面随便拍。这球拍起来真的没有声音吗？买了15.9块到手一个。这是不是叫做快乐昆声的网友爱了我测的东西，我买了点关注不过分吧。咱们打开看看，这就是静音篮球了。我买的是小号的，它整体啊是海绵材质的，捏起来是很软的。拿个篮球对比给大家看一下，小是小了点，但应该不影响拍啊。你说这海绵做的球它弹力能行吗？我去准备一下，咱们直接开始。找了块空地啊，咱们先来拍一下篮球。篮球的声音还是很大的，很容易就被楼下给投诉。虽然楼下也是我家的，咱们再来试一下这个静音拍拍球啊。这个球拍起来确实没有声音，但是它的弹力啊要比篮球要差一点，拍的时候力气要大一点，确实不错，值得推荐，综合评价。